美国现在有一个世纪大审判，就是 Kyle Rittenhouse， 一位当时17岁现在18岁的年轻人，在 Kenosha 暴动的时候，在自我防卫的状态下打死了两名，然后打伤了一名左派正在威胁他的生命安全的暴徒。这场世纪大审判从一开始检察官的律师就不断的崩溃。昨天的审判过程，其中一个证人就是被打伤的那一位，彻底的证明了 Kyle Rittenhouse 的清白。With your arms up in the air, he never fired, right? Correct. It wasn't until you pointed your gun at him, advanced on him, with your gun, now your hands down, pointed at him, that he fired, right? Correct. 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You had. God damn! God damn! 这已经很明显了吧，对不对？这个州的检察官的脸塞在自己的手下面。事实上，就是所有的影片、所有的证词、所有的证据都说明了 Kyle Rittenhouse 是在自我防卫下开枪的。根据这个快要一个星期的审判，他不止不应该被判罪，甚至根本就不应该被起诉才对。我们知道这个审判跟枪支或者是杀人罪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他的种族不一样，如果他政治倾向不一样，左派的贵族们就会希望他完全脱罪。 Kyle Rittenhouse 最大的罪行就是这个世界上最讨厌的，因为他是个右派的基督徒白人。我是 Ethan， 欢迎回到今天的 AI News。 我希望各位可以看一下那个检察官的手，是不是根本无法遮住他那张羞愧的脸，这是简直就是一个失败的表彰啊！而且他的手实在是太丑了，你想要跟他一样吗？当然不想，所以你需要 Niji Nails 的指甲油。Niji Nails 指甲油是使用 Tenfree 目前市面上最高规的材质制造而成，不但没有那些恶心的化学味啊，同时还有维生素 B 还是什么的，可以保养你的指甲，快干方便，颜色众多。今年送礼就送 Niji Nails 给自己，或者是给身边的女性朋友，同时还可以帮助一间基督徒保守派的公司。现在就上 www.nijala.com 结账的时候输入折扣码 AI News 10，就可以享有 10% off 的优惠，买一瓶送给你的左派的朋友也可以，送男的也无所谓。你看那个男的，对不对？他就不会跟那个男的一样，就是至少保养一下吧，对不对？现在马上去订购哦。昨天有一个推文是从纽约时报的记者 New York Times 的记者 Julia Bossman 来的，他说 Cross Crute 就是那位被 Rittenhouse 打到的那一位，来自 West Allis 的急救员，来自 Milwaukee 的一个小镇，被 Rittenhouse 打中了右臂。 Cross Crute 手上拿着手枪指着空中，然而 Rittenhouse 近距离的对他开枪。这个是你刚刚看到的那个片段之后才发出来的推文，当然事后他发现他所有东西都是屁话，所以删除了这个推文。但是我们全国的媒体还有政府机构想要的就是把这名18岁的 Rittenhouse 塑造成一个白人至上、种族歧视、滥用枪支、无耻的右派人士。但是这不是事实，事实就是他是一个试图保护他的城市，因为 BLM 不止烧毁了他的城市，甚至整个国家都要被他们摧残。那为什么这些神经病要摧残美国呢？为什么要有暴动呢？因为事发的前几天，警察合法的打死了一个刚性侵完一个女的，而且正要开着那个女的的车子，车子上面还坐着那个女的小孩的变态。这名变态的名字叫做 Jacob Blake。但是媒体选择跟这名变态站在一起，因为主流媒体反对警察，因为他们觉得黑人好棒棒，白人都该死，因为左派好棒棒，右派都该死，犯罪好棒棒，警察都该死，因为他们有一个政治目的要全面的进行。 Kyle Rittenhouse 只是刚好属于他们认为大魔王的形象，所有的证词还有证据都跟他们希望的相反。
提到种族歧视，我们的同性恋交通部长 Pete Buttigieg 终于从产假回来上班了。他回来就是要面对而且治理现在最重要的问题，这个就是在美国的高速公路还有桥上出现的种族歧视。Can you give us the construct of how you will deconstruct the racism that was built into the roadways that you talked to the GRIO earlier when you broke that information with us? Can you talk to us about how that could be deconstructed? For sure, yeah. So you know,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40 is that at least 40% of the cleaninvestments in this bill will go to benefit the communities that are overburdened and underserved. So part one of that is defining those investments that are eligible, and that's a lot of it, and we're working to map out kind of program by program, mode by mode, what would qualify. For example, if we're buying clean buses, right, how do we make sure in terms of where those buses go, but also looking at the business opportunity, the jobs that are going to be created, the businesses that will have a chance to compete for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t creates. That too, I think, is a very important element of equity here that's in the spirit of Justice 40. And again, we have a lot of guidance and oversight from the White House since that's an administration-wide initiative. But we know that we've got to build our own internal kind of ways of aligning and defining that inside the administration.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把那一段翻译成英文啊？翻成中文其实在太困难了吧？我个人认为就是英文算是我的第一语言，因为至少我会写，但是我完全听不懂那个人在说什么东西。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是我可以确定的就是他没有在说什么。就像你在上学的时候，老师规定要读一段课文，然后就是有同学假装自己好像有读那一段，然后站起来这边胡言乱语的那一位。我知道那样的同学是什么样子的同学，因为我刚好就是那个样子的学生。他刚说什么道路啊、桥啊，这些都不重要。我把这段片子放在新闻里面，想要证明的一点，就是他们回应的方式，就是我们美国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满嘴 BS, full of bullshit, OK? 他是一个满口胡言的艺术家。刚刚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反应非常的快，说话速度非常快，笑着看着你，彬彬有礼。他好像是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出来做了一个顾问。OK， 在我的认知里面啊，顾问就是一个专门 BS 的职业，有点类似 PR public relation 的那样子。因为我也做过 public relation 的职位，这类职位的工作内容基本上就是要展现好像自己在说什么，然后说什么很有意义的事情一样，但是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内容在里面的。综艺节目里面的话叫做电话的概念，在美国教育就充满了这个样子的课程，什么 urban study 啊、城市研究、 ethnic study 民族研究、gender study 性别研究，就是一堆屁话，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课程，就是跟这些顾问是一样的道理。首先我们要想到一个平等的问题，然后呢我们要用民主做一个基础，接下来呢要以种族还有性向作为我们的原动力，要合一的一个方向，统一所有的部门的资源来达到这样子的产能。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呢，我们要确保这些资源是要给需要的人，不是说要过度的给予这些资源，而是要确保资源分配到重要的地方。这些是为了正义，是为了公平，是为了民族融合，来达到成长，还有节省成本，促成环保。刚刚那一段到底有多少政治人物讲过？到底有多少爱地球的人讲过？对不对？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光看那个问题就已经很奇怪了吧？你要怎么摧毁已经建设的歧视，而在摧毁中重新建设介于种族的？你到底在说什么啊？高速公路跟吊桥到底跟种族歧视有什么关系？你这个交通部长还能回答得出来，未免也太强了吧？哎，部长，公路修一修好不好？十号天天都在塞车，哎，罗兰刚 Gale 那条路修了三年，哎，还有商家的货物还卡在海上，哎。你做一些你该做事情好不好？这样子问问题很难吗？很难，因为全美国都在这个 bullshit 的熏陶下，政治人物跟媒体只要互相拍马屁，只要互相 BS, 只要互相自我感觉更良好，互相安慰的一个社会。所以说我们常常会讲一些
广泛的议题，什么气候变迁、全球暖化、多元宇宙、系统性的种族歧视，但是我们的基础生活还有基本常识全部都在崩溃。我们的选举制度崩溃了，没人相信选举。我们的教育系统崩溃了，我们的美国的军队正在崩溃，美国的道路正在崩溃，我们的家庭正在崩溃，我们连男人跟女人都分不清楚。这个就是现在的美国。最容易被扭曲的字就是民主。美国现在跟台湾一样，分不清楚民主到底是什么。当川普胜利的时候呢，就是对民主的威胁。当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是共和党的人的时候呢，就是对民主的威胁。当希拉蕊输的时候呢，就是民主好像快要灭亡了。当拜登曲线出现的时候，就是民主的反击。他们分不清楚民主跟左派政治目的有什么差别，或是进步派 progressive 自由派 liberalism。 反正民主、自由、进步这几个全部都跟一个党绑在一起，表面上不是对于民主有什么威胁啊，对不对？就是有更多的人投给共和党啊。但是在这个选举下的含义，对不对？跟台湾某个政党一样 ，OK， 在投支持的这个内容的时候，就是公投是国民最基本的人权啊、是民主的指标。不认同这个投票内容的时候，就是公投不应该被滥用，公投不应该拿来做政治的手段。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政治目的跟民主绑在一起了。民主的意思不再是人民做主，而是他们做主。在美国最无耻、造成美国人对立、促成美国国力下降的前总统、左派的弥赛亚奥巴马，在联合国气候变迁的会议上面也这个样子说：“这一切都是都川普的错啊！”还有啊。国家主义 nationalism 的错。Back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course, some of our progress stalled when my successor decided to unilaterally pull out of the Paris Agreement in his first year in office. I wasn't real happy about that. And yet, the determination of our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Along with the regulations and investment that my administration had already put in place, allowed our country to keep moving forward, despite hostility from the White House. I recognize we're living in a moment w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has waned, a moment of greater geopolitical tension.And stress, in part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in part because of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and tribal impulses around the world. But there is one thing that should transcend our day-to-day politics and normal geopolitics, and that is climate change. 这个前总统简直就是一个不要脸啊！看一下刚刚那段视频，有好多无耻的谎言。包装着一个公开的秘密的实话，谎言包括天气会变热都是川普的错，全球暖化是我的继任者退出巴黎协会，我们没有执行我们的承诺。这篇研究是从 Daily Wire 来的，他说美国在川普总统当选了之后，退出巴黎协议之后，每年减碳排放量是全世界的第一名，而且每年都超过原本的预期标准。所以说奥巴马刚说的那一串话没有一句话关于美国是真的。所以透过刚刚那一段话，你可以非常的清楚看到气候变迁、全球暖化、温室效应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在继续讨论奥巴马到底想要骗我们之前，我想先讨论一下我们是怎么样骗自己的。例如说去旅游，我们基督徒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哎呀，等到以色列那边情形稳定之后呢，我打算去以色列走一走，看一看圣经里面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看看大名鼎鼎的约旦河、耶稣受洗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一直在等，我必须说，你要等到那边和平下来，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敌基督在临，那个 Pope Francis 说的 One World Religion Chrislam 到了，掌控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不然就是耶稣来了，新耶路撒冷圣城降临，新天新地的时候。那想想看，就是那边打了6000年的仗，
你说你要等到和平的时候再去，不是自己骗自己吗？我们人活着不是为了安全，我们人活着是要为了活得丰盛。 We're not living to be safe, we're living to have a full life. 明年就去，跟这边一个华人专精以色列的团，同时也是一个基督徒的公司，迦南美地旅游公司，展开一个以色列埃及蒙福之旅。电话是18777379937，18777379937，找 Pamela 或者是 Wendy。不要浪费自己的人生 ，just to be safe， 要活出更丰盛的生命，让看圣经变得更有趣，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充满。打电话的时候记得说你是 AI News 的观众，就会有优惠哦。好，讲完怎么活得更丰盛、更不惧怕之后，我们就来看一下奥巴马的政治目的到底是什么。气候变迁跟新冠肺炎一样，新冠肺炎要做的事情就是把人民的权利夺取给国家。气候变迁的目的就是要把国家的权利夺取来给一个共同利益的国际政府，一个跨国精英的政治团体。他自己也说了， Nationalism is a problem， 国家主义是个问题。这个跟之前的例子一样，国家主义跟气候变迁没有任何的关系。川普把美国的利益放在优先，国家主义促进了经济，而且开放了更多商业管制之后，就是去除商业管制啊，反而降低了整个国家的排碳量，远远高过于那些还在巴黎气候协议那些国家。奥巴马里面有讲到啊，对啊，碳排放量的确有在下降啊，对不对？但是有原因的，对不对？是那些商家、州政府还有地方政府，他们还是乖乖听我的话，他们没有听川普的，他们乖乖，不管他再怎么扯，他还是离不开事实。就是美国脱离了联合国的气候组织之后，排碳量还是降低了，而且降低的比其他国家都还要多。我们不需要联合国跟巴黎气候协议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特斯拉发明出电车，并不是为了要降低排碳量，而是为了要赚更多的钱。不管怎么样，这都证明了国际组织存在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奥巴马在最后说的一句话是重点，就是如果有一个议题是可以 transcend 超越我们的政治方向的话，就一定是气候变迁了。什么叫做超越我们的政治？你不可能讨论公共议题的时候超越政治，政治跟公共议题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政治就是根据公共的事物所立下来的规定，就是人民就算不和谐，但是要怎么一起生活。所以奥巴马在说的不是放下自己的政治立场，他要的是一个不同的政治系统。当左派的人说我们请每个人放下自己的政治立场、政治成见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下一句话就是要说一个100%关于政治的话。所以奥巴马在说的就是把你原有的政治系统、你的国家主权、人民自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放弃，交换给一个 globalism 全球主义，放弃自己的主权，让联合国的组织告诉你要怎么活。如果有一个值得你这么做的议题的话，那就是全球暖化了。那如果说他说的是真的 ，OK， 那当然啊，对不对？我们就应该这么做啊，对不对？如果说跟他说的一样，五年后、18个月后、3个月后，我们再不放弃我们国家的主权，然后听他的话的话，世界就会毁灭了。但是事实就是，这50年以来，甚至在100年以来的所有的全球主义、地球毁灭论的预言，跟耶和华见证人说耶稣会来一样，没有一次是真的。至少耶和华见证人还会找理由说啊，为什么没有来？但是他们从1900年以来，全球冷却、第二次冰河时期、人口炸弹、全球缺粮、温室效应、地球暖化，还有到现在的气候变迁，他们从来就没有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但是他们要你信，因为他们说的就是科学。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而且就是左派永远都不会承认的，就是我们孩子的教育。参议员 Rick Scott 昨天上了 CNN 这个节目，这个女的主播我们播报过好多次了，是一个左派的机器人，叫做 Brianna Kyler。
里面 Rick Scott 谈到了批判性种族理论还在我们的教育里，而且彻底的影响了 Virginia 的选举。然后这个 CNN 的女主持人就跟机器人一样，就是 没有网络的那一种 ，OK， 打断他的话，然后说没有啊，没有啊 ，no， 没有在我们的教材里啊，就是教材里面没有写啊，就教育里面没有啊，对不对？没有在教导批判性种族理论啊。Parents know it's been their kids are being indoctrinated with critical race theory in Virginia, and the Democrats wanted to deny it. I mean, it's not in the curriculum. In Virginia. Brian, would you like me to? Here, let me just read you a few things. In 2015, while Terry McAuliffe was governor, the Virgi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romoted incorporating a critical race theory lens in education. You can still find it on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 website, still there. In February 2019, a superintendent memo for the Virgi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promoted critical race theory and the idea of white fragility. I looked at it yesterday. Let's all agree. They were trying to indoctrinate kids. Terry McAuliffe denied it. It's still on the website. This is happening. And I hope Democrats continue to say it's not happening because parents are dumb. They can see it. 你看那个女的之后还继续说什么？没有啊，没有 CRT 啊，就不是在教材里面啊。但是证据就一直在打脸。之后这个 Brianna Keller 说，你当家长都是智障吗？然后 Rick Scott 回答说，没有啊，是你们觉得家长是智障，我觉得家长很聪明，他们知道要怎么样教导他们的孩子。 Rick Scott 直接从 Virginia 教育部的网站上面读出来，而且是真的是读出来，就是那一段哦，批判性种族理论是怎么样在我们的学校被教导的。然后这个女主播怎么做，对不对？她有承认错误吗？他就当场宕机了。宕机中。这不是真的。批判性种族理论不在课纲里面啊。没有。Brianna， 我正在读。Virginia 州的网站 ,OK, 教育部的网站上面就是说 ,CRT 就是正在被教导的啊。他们的辩论完全没有立足点，因为很明显的就是他要听他 CNN 的老板的话，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发生什么事，就算世界末日，你也要讲没有啊，没有 CRT 啊，学校里面没有任何的教导啊，左派没有任何的证据，没有任何的资讯，他们最后只能讲，你是不是说啊，父母都是白痴啊，哈哈哈哈哈哈，没有，我们说是相反的，是你支持的民主党的州长Terry McAuliffe 在说父母都是白痴，不能把教育孩子的权利交给父母，因为他们认为说只要他们不承认，只要他们装傻，父母就会屈服了。他们认为他们只要跟奥巴马一样扯一大堆大话，然后胡扯一堆东西，人民就会自己放弃他们的权利。他们把你当白痴，我希望他们继续这么做，因为他们越这么做，像翻转弗吉尼亚州选举的发生的几率就会越来越多，翻转我们的国家的希望就越来越大，依靠着我们的神赢得这场文化战争的曙光就越来越明显，彻底在这个世界上消灭左派以及共产主义集权的政策就越来越可能。 Keep it coming, leftists. We're ready for it. 感谢大家收看，别忘了美国西岸晚上10点的时候收看今天的看看留言吧。